各位读者傍晚好，欢迎收看2018年2月12日光华夜报抢先看，今晚的光华日报夜报头条。与狗同眠一个月，女佣获救时身体虚弱，脸部淤伤，手脚溃烂，警方逮捕一虐佣兄妹驻查。国际新闻，香港发生19死重大车祸，满载乘客的双层巴士一超速，在过弯处侧翻撞路灯，酿19死63伤，危殆者增至11人。娱乐新闻，周柏豪在更衣室遭偷拍，当他教训偷拍者后，竟然还被旁人反批，直说既然偷拍者愿意删照片，周柏豪应该放对方走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光华夜报抢先看，欲了解更多新闻资讯，请翻阅稍后推出的光华日报，阅读愉快。